Hello， 我回来了，我看一下，重新打个招呼，我看一下。邱警长，嘉文长，阿松有来，阿松在那个公园，霓虹长，霓佑长 ，Delicious 奢侈体长，医生长，丰田长，昆明长，妈妈长，水官早安，金秘长，军中早安，秀丽长，郭学茹妹妹长 ，OK。OK， 我等一下去正面的。鳕鱼，等一下，我问一下，大块的鳕鱼，我问一下。老虎早，灯树早，喜龙早，蛟龙旗早，飞鱼猫早安，金鱼眼早。等我一下，等下问他。一分早，有整块鳕鱼吗？大块的，有啊，有整块鳕鱼，大片大块的有。等你了咯，先慢走。好，那你来吧，可乐果。那几只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来学那个药药，今天是什么东西？恰掌，怎么这么多只啊？你找到贡献了？嗯，你不知道我讲谁对不对？知道，知道吗？我一定会看到。今天是什么东西？恰掌，你想？对啊，社团就是让那些没有用 YouTube 的朋友跑来这边看直播。嗯，恁是讲北部搁要一场啊？无啊，无啊。啊，阮伫这个。啊？无动诶，
无动诶，继续开啦。真㖏，拢无一直开啦。你袂动诶，你甲讲无动。无动诶啦。我袂了了。我卖了了，排多上哪？排多上哪？好色情哦！哦，那个很久以前的，那个已经过，那个已经封掉了。那个很烦，都那个讲话都很啰嗦的。说很烦，不是啦，有一个有比阮柏宇更烦的，哇，那个我受不了。我这样看就有。然后嘞？没什么事嘛，对不对？还好嘛。他就无聊上来酸。对啊，他上次被骂了一次以后，就不太敢得太那个了。被谁骂？被我跟你啊。什么？我说。我说。我说，啊，你根本就是那一种，在现实生活中也是那一种。我是写文章说这种就是现实生活中也是一个混蛋，在网络上也是个混蛋。然后上次昨天上来就很客气说，你好，我是酸民，我来了。什么？他说你好，我是阮柏宇，我是酸民，我来了。是啊。你为什么还没排好，你就要开直播呢？什么东西？来，你们来模仿耀耀。今天是什么东西？红条。金线。金线。就说猛了，看，哦，不是这一台呀，这是另外一台，是不是？这个也是啊。马凤姐，你觉得他为什么要开这么快？他赶时间，赶摆摊呢。是哈。他赶着去摆摊。出没招？所以要咋办？等一下，美林招，你叫跟哪个人？美林呐，那美啊，黑林，黑林招，南钻虾招，金马罗招。屌丝，绝班早，香鱼早，阿根廷鱿鱼早。小关注，小关注，小关注。哎，小喜。跟你早安，阿松在公园。卢明早，是在帮你找。刘金早，嘉俊早，早点早。公园今天有。阿马林早。没啊。怎么又有阿马林？
宝莲啊，宝莲，你从今天开始的名字叫做阿玛莲。阿玛莲早。什么？哪个？200。慢慢吃。我想一下，我买300。300好不好？好。没有。有人说松哥去哪里了？松哥，松哥一德啊，松哥，松哥其实有松哥的国语叫做爽哥，你知道不？松哥，松哥，松哥，高票进去，进去他，游艇过来啊，游艇，香芋头啊，松哥啦，香芋头，你会升高票对吧？也是松哥是游艇，你会升高票对吧？可以，不啊，松哥游艇，然后再啊，松哥。没有，有蛋。哎，今天有没有那个白菜鱼那边的？啊，松哥哥，松哥哥在公园。最后呀，哎，来那不晒，这里晒。逛完喽，回去了嘛哦。孙梅长，阿松在公园啊。五哦，下面拢五哦。有农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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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农杂。有蚕藻、雅慧藻。来，泰国烤鸡，泰国烤鸡是什么？有那个吗？汤包没有。没有。不拉稀，阿布是不拉稀。阿布就是不拉稀，不拉稀。电脑哎呀！嗯，那个泰国虾今天有泰国虾。麻要麻，吃麻噶袂错。吃麻噶。吃虾噶袂错。哦。创一个火烧煞伤济。吃麻甲袂寒啊，吃虾甲袂臭啊。这样这是什么鱼？红条。红条。嗯。这个找有吗？你因为找我，真的假的呀？佩拉鱼是什么？什么叫佩拉？佩拉鱼是那什么？佩拉金带叫佩拉鱼。我是阿布叫佩拉鱼，你是佩拉鱼。三包，一大包。5斤啊！大明，你找。我那卡贵啊！200哎呦啊，你买买条鱼啊贵的哦，正常。买条鱼啊俗的哦，正常。是安怎着？因为你买鱼啊是用个，你啊买条俗的是贵工的。对。系啊。哎，伊个鱼啊一箱啊，纯鱼啊一箱的是啊。我遐买麻香锅，麻香锅。那是你这个哦。哎，我们不买吧。
鳟魚啊，贵很久了，然后我卖比较卖很便宜的，搞的，那现在弄个什么？抓不到。澎湖卷对，知道公园有卖，快吃饱了。还值班呢？这么早就开播？对啊，我5:20开播吧。我，摆个烤鸡要给你空柜去啦，你摆空个4:00，摆空个3:00，快回啊，快回去了。我煮公鸭，你搁搞问？我煮公鸭，你搁搞问？干？你打了我身体机能才做我刚做了刚。你今天刚做了，你今你今天白刚做了刚？有啦。有啊，你上班你这么少？还几倍啊？2-3。苏北算半天而已吧。把你卡成了半天。湖北上天了，湖北上天了，他会去玩玩的，啊，去吧。他会啥个？啥个？一大富进城，但是一大富没去。你慢慢走。一个嘛，送一个。老板，你讲，我给你包，我麻烦你。是卡成了。有人问早吗？没有下一句了吗？午安，晚安，明天见，还有三句。我给你休息，你都点拢唔掉了。对，南部下雨，我看那个叫什么？何多福，鳕鱼头到一箱多少钱哦？我帮你问。大片的不贵，1500。今天头刀1500啊！对，大片。今天学头刀比较大片，一箱1500。回去自己看就知道了。回去自己看就知道了。这里在哪里拍卖啊？在那个小三的家。小三的话，俺那天在那干这，这干这好啊！你老多人在接你呢，我喜欢接这。今天在那个秦富的家，就到哪里冲过来哦？我买拿回去钓。哎，有个鳕鱼哦，哎。你日不见如隔三秋。哎、欸，阿松哎、欸，阿松被我赶走了。阿松，我今天可以讲阿松。阿松，那今天不想理他。那一个礼拜都看。鳕鱼嘞？看他干嘛？看我就好，看他干嘛？不是看我看鱼呀、啊，看他干嘛？老板有没有鳕鱼？有了。啊，鳕鱼买1000。等下洗，等下洗，冻的，还不下了，不要拍了。哎呀，这两只谁的？这两只我捡好的。礼拜几不去？啊？礼拜几呢？礼拜三开公司了，去存宝宝去。哦，哇，今天去英国吧。包加两尾，加两尾鱼，因为两尾鱼。对呀。啊。要赢过百。
这个无赖，伊不传传传了，也无咧传了哇。我搞未？啊！